大的工厂，它要有礼堂，礼堂可以办各式各样的员工活动。礼堂的右侧过去有点多的位置，但是过去是有的，然后后来就没有。那你看到很多钢梁是2007年吧？2006年、2007年、2007年的时候，他还为了要做钢梁基地的工程，重新建构。所以他搬走，他搬的时候怕他散掉，那其实基本上就是遇到圈砖墙，然后怕他散掉，所以就把他五花打钢构，好吧，就开。那一回去以后就用铁皮砖。